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。我还以为要送给他们呢。你没听？你给我读啊，还得啊？嗯，你没听？愁死了，这个真的，我太讨厌了。你已经为对方挑选好了。我最讨厌的那两个颜色，你竟然选了这两个颜色。来来来，别说了。我干嘛选了这么少女的颜色？你别说话行不行？你会画吗？会。这个画出来怎么样？刚好，看质感好。你等我一会儿给你画边儿。上去。给我画歪。没有，你别动就行。此时弹幕按头档要上线。请看一下我，请看一下我汪博文同学。汪博文哥，汪博文想看。好看，哎，这个颜色真配你，真好看。僵尸兽，就刚才那个妈逼的那个，你别拍到我，快去，你说快点，少爷僵尸，长大了，你有没有唤醒僵尸的方法？不太好。求唤醒僵尸的方法。怎么了？你不要走，我觉得你可能生病了，抱什么？唤醒僵尸的一百种方法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只有一个方法。清醒了是吗？嗯，这个影帝大赛中，王博文胜。王博文胜在哪里？坚持。对，他没有就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下放弃自己，在别人。唤醒中毒患者的一百种方法。别，哎，我醒他，我醒他。唤醒患者的一百种方法。哎，你不觉得他撅嘴挺好看的吗？那就让他撅着嘴吧，每天给你撅着，就是嘴不要放下来了。我把粉底抠掉了，完了，这都不行。那我只有清醒。好，你等我一会儿去那个。镜头给上啊。好。嗯，死说好死去呢，中毒死亡。是离了火吗？呆滞了。那你就比如说咱们两个男生，然后你觉得会亲哪？亲，杨一成是男的。是吧？靠，你这车也是说开就开。我是在这，我不是啊，我就亲你下巴。对呀、啊，不是，我是真正在给他们科普，就是真的是。就是法国人啊，他们就是选择亲脸颊，然后两个男生的话也是，所以就比如说这样，就给大家做个示范，不用你，就是不亲，但是你没事没事，不用做示范。哎，哦，哎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我怂，有好多人说我怂，不是我怂，是谁怂啊？对不对？有好多人说我是我怂，亲啊。接着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对，一直开着，有好多人说他们要一直开着，一直开着就对了。对呀，就一直开着，然后晚上睡觉，说不定我心情好的时候，就给你们直播一下，少爷洗澡啊什么之类的，就给你们直播一下，啊，好不好？一直点亮啊。少爷，怎么您回来了？今天你穿的这身。我觉得有点好看呢。你觉得好看是吗？扒掉他！是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拉灯？今
这时候是不是要先关灯？老师怎么不关灯呢？扣你通告费好不好？一分钟，鼓足点气啊！计时开始。好，快，第二张。真跟狗一样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时间已经过了20秒了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好，三张，越来越小，快快快。刮一嘴一下子，啊，是不是？你好好的，我想扎你鼻孔里。好吃吗？你吃啊！你还挪动，犯规，再来一条。你往里缩什么？啊，就这样，这样不动，你吃吧。我感觉应该插。多少厘米以上要给你们惩罚？你们这太远了，一点都不认真。你这对得起粉丝对你们的喜爱吗？失败了。对。嗯，两厘米之内，好不好？两厘米的吧。一二，这么大，两厘米之内。哎呀，你慢点，那么猛啊！咬下来看看多大。啊，好。圆满完成任务，太吃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咬着吃，你们两个从两边吃到中间那条线为止，但是要把那条线留下来啊、哦。好，到底是攻还是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进行攻守争夺战，好，看看是进攻还是防守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这一条苦瓜有点长哎，甜不甜？我们可不可以从一半开始？因为它真的好大呀。它中间有个线嘛，那个线又是用笔画的，就是也很脏，好不好？对，在线那边，好，从线那边开始吃。我不吃点什么，对不起。这样，我喂你吃一次苦瓜，好吧？啊、我没吃过。很好。没事没事，很苦哎。你是不是很得劲儿？但是多吃苦瓜对身体好了，对，那是降火的，清火清热解毒的。这两天你这正好上火了嘛，是吧？哇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我们的梦想